SketchUp 模型完成之后，通过 Layout 可以快速输出各种的施工图纸。我们快速还原出结构模型，并在表面进行方案设计。在整个建模过程中，把钢结构也绘制出来，提供了后期材料算量的可能性。模型做好之后，我们跳过了 CAD 出图部分，以及做相关的三维图纸说明。三维图纸的信息标注相对二维的 CAD 更加容易读图，做这样的放大节点图在 Layout 是很简单快速的事情，让人一眼就可以看懂。